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TOV 的训练生陆克然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收信，小鹿来收信，泡泡信箱取件码，我来看一下。各位训练生您好，青春制作人通过泡泡信箱投递的信件已经到达，请尽快取出取件码入下。嘿，听我说，有我要的信件，傲娇，伸手要信。OK， 嘿，听说有我的信件，谢谢。哦，现在可以打开了是吗？好多，这是我小鹿今天收到的信，还有一封，在这里，小鹿露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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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，我第一次自己读信，感觉很有点好。我真的好想你哦，是这个语气吗？今天是3月18日，是我喜欢你的第1055天，挺长情的。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还在读研究生写论文，现在已经变成悲催的工作党了。挺好的。每当要写下些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习惯性的回忆起一些些下雨的场景。为什么呢？我这么丧的吗？2017年在杭州，你因为发色浅不能在校园表演，临时染了黑头发。没想到下起大雨，你的黑色染发剂被雨水冲刷，沿着脸颊流下来的时刻。后来回想，也许我是那天起真正爱上你。这好像情书啊。你在大雨里跳舞的样子，现在都清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在广州雨太大了，没法表演，小了一点之后天快黑了，我们打开手机手电筒给你打光，你在台下后场的时候头发全部湿掉的那个侧脸，也是我爱上你的时刻。说的我好惨啊，总是在大雨里跳舞。回到你的家乡表演，你跳下车来，张开双臂，仰头猛吸南京的空气，闭上双眼的样子，也是我爱上你的时刻。我脑子里面还有那个场景。但是宝贝呀，你真的全身都在散发着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光芒，你真的很可爱，承认，很迷人，承认，很值得，努力做到。你的腿又长又好看，承认。你的脸多小呀，承认。认证，你对别人既体贴又温柔，这个不太承认。你的头发那么多那么多，承认。发量惊人，快秃了的我真的太羡慕了，哈哈。真的吗？真的要秃了吗？你是我最宝贝最宝贝的人，要变得更闪亮哦，我们更高的地方再相见吧。 ID 爱你的不知名人士。很感动，就是其实他给我写过很多次信，我能认出他的字，然后从信里面的内容我也能认出来这是谁，就是也谢谢你，就是这么坚持的喜欢我，想说谢谢，也辛苦了。哎，这一封真的很特别，这个表情包，它真的吸引了我，就是全都是我的表情包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真的吗？呆，去洗手间吗，姐妹？笑不出来，我现在就是可能就是笑不出来，看到这些我可能要做一下表情管理了。然后上面写着陆柯然信箱收，好的，小鹿信箱，很认真了，妹妹，来看一下，
三张卡片。你好，柯然，你好，啊，baby，你就 amazing，宝贝，少了一个字，狠。这是看完你出舞台的第 N 天，这句话不知道在我脑海里循环了多少遍。那你循环的时候少了一个字啊，是啊，baby，你就很 amazing 啊。我也是无意中看到节目，看到你第一眼就被你吸引了。你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上，谢谢，很有眼光。我要夸一下自己。后来为了了解你，把你之前的舞台还有一些视频都看了一遍，发现你是一个特别可爱温暖的小姐姐，谢谢。确实，看到你之前说特别喜欢收信，特别开心这次能够有机会给我写信，看来考古的不错。听说给你写信都要十封起送，但是由于时间紧迫，剩下的我以后再补给你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翻面。其实我有点后悔没有早一点认识你，但也希望你希望现在喜欢你也不算晚，不晚，刚刚好。总之很开心可以认识你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会一直陪着你去实现梦想，我们都要成为超级超级好的人。好的，追梦路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是的，请一定不要去在意。好的，你就做好你自己，好好努力，享受舞台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可颂都会一直陪着你，在我们的眼里，你就是闪闪发光的。大家通过爱奇艺泡泡 APP 线上给我写的信，我也收到啦。以下是泡泡信箱线上部分来信。兔陆柯然，柯柯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真的超级好看，超级棒啊！感叹号，你出舞台真的超级帅，感叹号，真的完全是我心动现场啊啊啊啊啊！感叹号。然后也希望柯柯可以继续加油，好的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通过学习来完善自己，一定要加油哦。然后这是我们线上的信，就是这些信我一定就是会全部都读的，然后也一定会仔细认真的阅读。其实我想跟大家说，好像大家都很担心我就是身体健康啊，就比起就是业务能力上面，我觉得大家好像更在乎我的身体健康什么的，其实不用担心的，我是一个成年人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然后我觉得你们也不要太辛苦，喜欢我一定是让你觉得一件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，就是一定不要成为你的负担，然后也不用去在意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因为我是肯定不会去看，不会做让自己难过的事情，也不会做让你们觉得很难过的事情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开心。然后我觉得我来到这，就是来到《青春有你二》之后，我觉得我好像比之前更开心、更幸福了。因为首先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的信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对我还是很喜欢、很上心、很支持我的，可能怕我失望收不到信吧。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被在乎和被肯定的这种感觉，然后我更希望你们给我写信的时候是给我分享你们的日常，这样我们也可以相互了解，因为总是你们在了解我，我想去了解你们，希望以后多多写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《青春有你二》的训练生陆柯然。进入。